故叫大兴初学者。啊，这个大兴前面也讲得很详细，都必须要好好的记住。啊，当然更重要的，我们自己要发大心。啊，发大心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圆成佛道。啊，今天要讲圆满成佛，实在说，啊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除了求生净土之外，没有第二个路子，你在一生当中能够成佛。啊，所以破迷开悟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样真的是自度度他。啊，这个是真正发的大心。我们的大心没发出来啊，大心发出来之后相不一样，啊，就是你所表现的不相同，啊，那叫真大，没有自己了。起心动念都为一切众生着想，啊，不会再为自己着想，所作所为呀，也为一切众生着想，啊，不会为自己做，都为一切众生，他这个气象完全不相同，啊，这个是大心呢真正发出来了。发大心必定得诸佛护念，必定得一切善神拥护，这是一定道理。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迷的人多，觉悟的人少，发大心的人更少，所以一下发了大心啊，那个诸佛菩萨感觉到稀有啊，就把你当宝贝看待了。啊，你像在中国隋唐那种时候，那个发大心的人太多太多了，不稀奇，太多了。啊，你看祖师大德这个善知识出现的太多太多了，啊，到处都是啊，现在没有，走遍全世界看不到。你要是发了，那还得了啊！你变成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独生子了，是不是？那不得了啊，是不是？那个就是不一样啊！所以得到这个诸佛护念呢，啊，这些菩萨啊，善神的加持非常显著啊！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啊，知道事实状况呢，更要认真努力发大心啊！不要以为啊，我的这个根性很烈啊，业障很重，这都小事情。大心一发了，再重的业障消掉了。愚痴会变成聪明了，啊！你为什么会愚痴呢？业障重啊，你才愚痴嘛。业障消掉了，你自己本性里头的般若智慧光明，它就往外放光啊，自然就聪明了。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。没有难事啊！如理一定要
依照经典上所讲的道理，不可以违背这个道理，依照经典上讲的方法你去做，那个效果很快就能收到。那么这是教法大心，金刚经上讲得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